好，一会儿给你看。完了，吃一半，谢谢大大 X 五。恶心的啤酒人，真恶心！别让他拱我们，我们快跑！哎，拱歪了吧？哎呀呀呀呀！谁送的电音小子？给我切平了，谢谢大师兄的毛。切掉死啦！阿古尼太个死啦！叫 double kill！ 我抠你一下！什么打野？挖掘给一下，算了，回家吧。那啤酒人应该这波是不好杀了，下边再杀他吧。先来个女神之泪，打的这么激烈吗？三杠五了，我这还没拿到人头呢，是不是有点慢了这？来了啤酒人，抠一下 W 平 A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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接抠 E A 点燃 A 平 A 再 A 一下，闪现平 A 没闪还那么狂，啤酒人马上还得传送。等努努过来啊！小胖子马上到啊！咻，短，你先上来 ，Q 一下 ，E A 平 A 往前拱，对，平 A，Q 一下 ，nice， 小胖子。你想给他卡兵线那是不可能的，你只能吃个兵，炮车还没吃着，别别别，先来个耀光。不知道我们的等级有没有这啤酒人高啊，如果我等级比他高的话啊，我们可以再杀他一次。卡特炸没？卡特没炸，下路炸了。这怎么还爆装备了呢？小兵有点多，难搞。
실수해서 배우는 법이지. 啤酒人是不会下去的，啤酒人一定是在上半段。哎呀！他应该没有传送，我们应该能好好的吃一波塔皮了。谢谢王大娘打小孩的飞机。三层塔皮，哦，深水炸弹，啤酒人回家了。谢谢王大娘打小孩俩飞机啊！现在是四个人参与了我们抽奖，还有三分钟开奖，有喇叭的老板给来个喇叭。来一个燃烧宝石。加掉斯密达。其实啤酒人哪都好，就是推塔太慢了。大喇叭可以来一个，还有两分钟啊，二十秒有大。马克尔尼平 A 好炸，谢谢，多炸飞了。请问你两个是在赶赶人吗？怎么都没有力气呀、啊，赶赶人都没力气。还有一分半啊。啤酒人这波没有大。把那沙拉在这等一下，让他以为我们走了，在这等他。他今天不出来，我们也不出来。这波他是必死的，知道吧？不要在这里等，在这里等他一定会探视野，知道吧？哎，来一出 R 套点员 ，WAQ 再转，平 A 接 Q 再 A 一下。蹲人他也讲究位置，哎，五十秒开奖了啊，还有没有了？就四个人参与了我们的抽奖，我不带走的，谁今天我走也不好使，我不可能走。不走了，我走不了，我走不了啊！谢谢安安和求中奖的飞机，六分之一了啊，还有四秒钟，想偷塔的可以来一下子了。送塔呗，送个屁塔，上哪送塔的？
死就死了吧，这波属于早死吧，说实话，整个就是这早死，不可能不死，刀锋来了必死，我们就故意死。我以为你搁哪个厕所回去了呢，抠你一下，那刀锋别没完没了的啊，我可不是那么好野的人，我只能这么告诉你。你想让我最后一层塔皮吃不到，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。嗯，我必吃你这个塔皮。怎么的，来人了，来人了，你俩先上啊，这也没有人啊，好炸，没有人，你给我打什么玩意儿了？你能打过我呀？别给我点了，我就讨厌给我点信号的，你他妈让他来，把他裤子给他扒了，还敢过来？我看他敢不敢来。哇，准！这波中路。哇哦！这么猛，吹波 Q。趁着他的吹波 Q， 我们赶紧把这峡谷先锋打了。他们去打小龙去了。差这么多血，雪球呢？大招呢？大招没有 Q 长 ，EAQ 再放 R， 而且刚才大是刚好的。这搁这推啥呢？回上路收线，啤酒人心态爆炸，六把短剑，游戏结束了。啤酒人刚才我练个牌，我估计他好像，哼，心态爆炸了。我来这边。
应对。哎，哇，실수해서 배우는 법이지. 这波我应该不怕人过了，那个挖掘机过来也没有用。没有人守，我可上高地了啊！能不能掉点血？还行，一换一，来个蟹手。太削钢了，是不是？这还削钢啊？我这装备一个打俩还削钢啊？这不随便打吗？打他们！这弩弩大怎么就用一下啊？是真是一点虚区也抹得呀！我一看，哇哦！把小龙打了吧，他们家两条龙呢，我就上路继续推。见面就放大呀，红有没有？可以有，这个可以有。哎，拿不到，再见。为什么我打个红也能叠我的那个蟹手被动啊？没人守，我可拆了。赶紧投吧，赶紧下一把，快快的，磨磨唧唧的呢，磨这什么东西？你们家又不是有人叫蓝林汉，那倒可以不投一下。你怕啥呀，轮着吗？我个近战不敢点，你远程你还不敢点吗？这拉克斯有这么狂吗？哎呦，给我上！原来是有闪现拉克斯，
居然是在勾引我。为啥不出贪欲呀、啊、这不挺好的吗？九头蛇哪有魔切厉害呀、啊、九头蛇他家65攻击力。主要还是分段不行，像这把出6个帽子他们都打不过，说挂机就挂机。看来啤酒银还是值钱的呀。我操，秦王要柱。1400差500。你们打大龙，我去下路推，快点完事儿。别跟我在这晃悠。你跟我在这晃悠，我也得杀你。你给我，即使你是送人头给我也没有用，嗯，我也不会感激你，我只会觉得你是个菜逼，心态还不行。嗯，草里刚才有个人，谁呀？哪个草？这个草吗？搁哪呢草？我看看，我看看，我找着呢。搁哪呢？难道？跑了啊！回家了。没看见啊！저를처치했습니다전장의지배자回家。
我看看最大能多少，能多大的光？我想试试。就怕那小黄毛过来一个 R 给我们甩着了。再来一把，我们下会儿起。